寸亲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到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甲心肝底依偎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嗟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亏欠，因为我知影咱真正无同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含着淡薄感慨，那爱情是幸福的所在，爱情是幸福的所在。无闲啊，姐，你上好是无生过气啊，万一若出什么代志哦。你就莫怪我。阿姐，我有代志吼，要来你报告啦。看你无伫个吼，我就撒手来你个桌顶哦，小整理一下啦。想袂到你就转来。你有啥物代志要甲我报告？对啦，阿姐，环球建设伊迄个工程哦出代志啊，你知无？我有听你讲咧，既然若安尼吼，咱甲环球建设个合作吼，迄计划咱着，迄计划照原来一步一步落去进行，咱若莫主动敲电话去互环球建设，知影无？好啦，我知啦。阿姐，是嘞啦，我拄则吼在咧看你甲阿婶个相片。这相片也毋是啥物机密啦，看相片咱就会识嘞。是啊，阿姐，这阿姊哦，少年时阵哦，是也生作真水呢吼。阿姊真可惜啦，遐尼啊早吼就离开你的身躯边啦。若是讲，迄个时阵若有生下一男半女，也毋知偌好个吼。进来，为着潘少个代志，你最近拢无欢喜。你也尽量把心情放个轻松，要若无，你会乌拉破片，你知影无？嗯。哎，你看，哼，淑玲，你来啊、哦！你两个和好啦。张君华。嗯。你这个人吼，你敢不知影？迄天阮拢看到啊。你哪会用安尼对待阮新人？淑玲。我跟君华是误会，无代志啊啦。误会？敢有影？淑玲，你放心啦，我对新兰是真心的哦。我甲伊之间的误会已经解释清楚啊。好啦，你会记你讲的话哦，爱好好对待阮新兰。嗯。卡叔，让我发现你欺负伊，看我变安怎甲修理。淑玲，歹势吼，你根本就无机会甲我修理。嗯。好啦，恁两个姊妹啊，慢慢讲。我阁要转来加班呢，歹势。你看，我就通情达理的吼。好啦，拜拜拜拜。我先拉这里哦，拉这里哦，拜拜。先坐啦，呀，等你来讲。你敢知影，潘师弟要倒啊？干那是要退予迄挂人的钱，就无法度退出来啊！
结果迄个人竟然搁走来偷赔偿金，其中有一个人要得500万呢，而且哦，伊搁讲威胁讲，唔给伊钱就要叫法院讲过啦。哪会安尼啦？伊安尼足可恶的呢。我甲你讲，这还搁无算啥，上可恶的就是迄个建材行的头家，一日听到阮公司出状况，逐天吵要提钱呢。迄个黄经理啊，你会记无？伊竟然伫咧这时阵死头路，我一个人是要安怎应付啊？我实在唔知要安怎。喂，啊，歹势吼，我看唔到。喂，喂，这不是你心内想的？你看这是要从啥？你看这是要从啥？我内只无效啦。小婉啊，我知影你有困难，但是我周转一个几两工就行你啦。若真是无方便，就转出线啦。好啦好啦，再保持联络啦。喂，刘立伟。新南，冰红茶。嗯，好。阿姐，公司出这么大的代志，你哪会不跟我讲啊？已经知影，跟你讲过当安怎，让你加烦恼的尔嘛。当然，我知影我家己无法度跟你斗三工，也唔过罗董呢。你当会安怎？是不是有啥物风声吼？已经知影有人要告盘师啊，而且最近公司佫出现真侪杂音，我烦恼恁的合作计划会有问题，所以我专工来提醒你。先生，借问一下，门口迄台车。我的车。先让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刷一车水转来。公司的代志，你放心。公司的代志，我会好好处理。叔叔袂予磐石这么简单就得罪嘞。安尼我就放心吗？只可惜我即摆辛苦无钱，要若无，我一定会甲你斗三工，度过这边的难关。你有这个心，叔叔就真欢喜啊。新兰，多谢你。你哪会甲李新兰斗阵？因两个哪会斗阵？
着李新兰，我才想当初你甲伊如约同款。李永静，我绝对袂用去用过。杜家村这个 case 若是去用牵拖着，我就害啊。钱，我是要对生钱啦。去卖啦！我是想讲，摕去银行底下借钱，将来吼。将来钱来还袂出嘞！我这间厝嘛变白歹屋，我即马有诶，干这间厝尔呢？你要搁若卖掉，你是不是人啊你？你甲我看到这么衰歹，你确定我钱一定还袂出来哟？你这么无信任恁翁哦？我这么无代你信任？我是要安怎信任你哈？甲李新兰两个人约会三更半暝才回来，我是要怎信任你？我甲新兰约会，我啥物时阵甲伊约会啦？我这么晚回来是因为我去找朋友四处咧装钱啦。你讲哪撇？你讲，你甲李新兰约会过几遍？十遍、二十遍、五十遍，你讲啊！你莫安尼胡白乱怀疑啦，新兰是咱的事实呢，我甲伊干阿是。刘立伟，你是怎这卑鄙啊你！你讲啊，你讲话啊，讲袂出也是，你承认啦吼！你哪这么烦哈？什么代志要发生啊？王总，王总，
你卖管了，这是你的代志，你家己爱去解决啦。这是爹你的妈妈，恁后生哦，起来头刚减了自卑分啦，我拢唔敢带啦，大家拢要替阿伯讨钱啊，一个要讨钱哦，人要走阿咪啦，我阿咪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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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阿
爱偌久时间？尽量啦，尽量愈紧愈好。啊，那安尼，伟姐叫出来好了嘛？对对对，叫出来啦。刘丽伟正经无伫咧厝诶，伊自昨暗出去，到即摆拢无转来，伊连这个家都歪听呢。哎呦，啊、各位，无请恁先转去。啊，阮后生一向上听我诶话，啊，我一定叫伊，互恁大家一个交代。好啦，无我了，你伫咧老大人一个面子啦。啊，你甲伊讲啊，即摆最后一个机会啦。伊若不过出来吼，阿姐咱就欢迎见面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阿姐啊，走啦，阿姐，中人哦。啊，你以为因爱做这种代志啦？刘丽文，你是不是什么代志都弄错会错？啊，你看年轻的啦。爸，爸，爸，你太无先甲阮通知一声，就家己一人走起来台北啦。立伟，你公司发生这么大的代志，为什么拢无甲妈妈讲呢？你到底要问我到什么时阵？立伟，咱一世人孤孤单单，拢会去拄到不如意的代志。也毋过妈妈永远支持你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度过这个困难。歹势哈，哎，你好，我姓陈，我叫陈志坚，这位是新来的阿妈，我是来看新来的。阿妈哦，我捌听伊讲啦，啊，我哦是伊客伯啊，你叫我区的就好啦。陈志坚，你好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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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来啦，新来，进去，你看谁来了？是吧？你是我。从孙前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忘。从孙前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忘。是吧？阿妈。阿妈，我就想你。足想你的呢，是啦，你变足大汉，阿妈变足水的啦。哦，阿妈你足偏心的呢，你拢讲新兰水，阿无讲我变较缘投啊。有啦，你嘛足缘投的。来来，坐你遮讲啊。多谢哈，阿妈来。阿妈，我请你啊。阿妈，你什么时阵来？啊，你要来，那也袂先甲我讲。阿妈昨来台北，啊，因为足想你，叫志坚今仔日带我来看你。哦，
过得好无？我过得真好啊，阿妈，你敢知影？假使毋是笑伯伊收留我吼，我到即马啊，毋知影你倒位啊流浪呢。安尼哦，柯先生，真感谢你哦，你安尼照顾心人，啊伊吼，甲咱我家己的亲查某孙同款啦。但唔通安尼讲啦，即算起来讲吼，伊甲我安那有缘啦，吼，啊这囡仔嘛乖乖啊吼，翘翘啊，即算阿妈教教孙啦。心人哦，自细汉都真乖，真捌代志，只是讲以前伫家内出一些问题，所以我只是伫唔敢安尼啦。志兰，阿妈拢已经来到遮，你敢要回去厝诶陪阿妈住两工啊？不过我感觉安尼唔好啦。这两天哦，厝内面较侪代志啊。阿妈若想要看你，我来找你啦。好。嗯。好啊，阿妈，阿你也常常来哦。系啦系啦，想要来你就做你来吼。这查某囡外好煮食的呢，叫穿一个较澎湃的。对啊，阿妈，你真久无食了我做的菜呢。哇，安尼阿妈才看你这几年来。你的手艺有较进步无？阿妈，我着分你的福气，安尼我着会当食新人煮的菜啊。新人，即阵阿妈来会带较侪工。之前敢若有代志，无我要先转来。无啦，阿妈。阿妈。无要紧啦，你遐尼久无看到新人，无遐尼赶紧啦。救命！我一撮工人，着计较一下，讲安尼啦。真爽快，所以我也是较早转去啦。哦，好啦好啦，阿婆，明天才来嘞，明天才来嘞，好，顺行顺行。金兰，我们先来去啊，未央再过来看你。好。金兰啊，时间就是安尼较恶化啦，要唔过阮老家好较再有伊啦。嗯。好啦，阿妈，你甲新兰小讲一下，我去塞车来。阿妈，Hello， 哦，俊华，来，我来介绍，这就是我常常跟你讲的，伫个老家上照顾我的阿妈。阿妈你好，新兰常常甲我提起你啦，我叫做张俊华，是新兰的。啊，伊是我的同事。好啦，同事哦，兼好朋友啦。你好，新兰啊，阿妈看你这几年来吼。但拄着足侪贵人，啊嘛拄着足侪好朋友，你来把握哦。嗯，我知影。你看，这么侪资料，唔整理，竟然拢总无整理，就等伫个拖鞋内底，实在有够无整理。离开之前嘛无甲我交代。你想要整理，你就整理啊；无想要整理，你就甲等远，无人逼你。你安尼细细念，你到底会还啊？袂还？我哪会袂还？我逐天面对一身插头，我哪会袂还？好啊啦，好啊啦！你是在，你一定安尼细细念是无？你感觉我代志无够多，还佫无够烦哦？你是念煞袂啊？你到底是要安怎？嘿，我佫会当安怎啦？陈志坚，我应该做的代志拢做，无应该做的代志嘛做，剩的代志就看你要安怎。稍等一下，这啥物件？已经做的拍卖，地表的时间已经过去啊！那变安尼啦？卡叔讲，新南老家真正叫云南拍卖，咱跟罗氏建设合作计划就等于泡汤啊啦！安尼，咱公司就无翻身的机会啊！这个黄经理真害呢，三个月拢无去银行交利息，阁唔那是安尼呢？爸，你看，银行寄来通知书啦、律师函啦，这重要物件，伊拢放在抽屉内底啦。真正唔知这两经理到底在变啥吧？伊分明要将咱公司变到倒嘛，伊哪会使安尼做嘞？志坚啊，好听着这间厝还袂去用标去的，你去银行查看卖，若是这间厝还袂去用标去，紧嘞，咱个欠银行利息形形的，已经去处理啥？好，我先去。
吴先生，多谢你哦。嗯。吴先生，孙行。林经理。哦。你好，我是潘氏建设的业务经理，我姓陈。咱顶回见过面啦。哦，陈经理啊。是啊。你来了拄仔好，阮拄仔要找你咧。恁对面底下的厝，还佫有边仔土地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就是要请教你这件代志啦。应该还袂用标去吼。实在真歹势，前两工啊，拄仔去用标去啊。李新兰小姐，姐，你看，这是阿妈给我的哦。阿妈伊甲我讲，咱两个啊，就敢若是予大海放袂记的贝壳。也毋过，总有一天，时间若是到，咱一定予串成一条美丽的项链。请你跟阮行，甲大家讲，你明仔载再回来。是你，伯山，敢真是你，伯山？这，真是你，伯山，你回来，足好的，你总算是回来。阿姐想讲，一世人永远都看袂着你啊！玉兰，伯山，你哪会回来？哪会无先甲我讲？阿姐已经去食面啊！这摆回来，一方面是要找姐阿你，另外一方面有一挂公事要处理。伯山，听你讲话的口气，就感觉你已经大汉了。听阿姊讲，这十几年来，你住在日本，好不好？我过得好不？我总算是活着回来，敢不是？阿姊，有一句话，我一直想要问你。这十几年来，咱分隔两地。你别想过我，别烦恼我。你哪安尼讲呢？我一直拢有写批予你啊，也毋过你拢无甲我回批。后来阿姐有甲我讲，伊讲你伫日本的养父母足疼你的，希望你会用融入因的家庭。所以
无希望我阁甲你联络。伊敢有影安尼讲？嗯。也毋过不管安怎，你总算回来，敢毋是？你敢知影你拄仔派人来接我迄个场面吼？我想讲，我是当时无说你，抓到一个黑道大哥。干安尼？迄几个拢是我的手下，我伫日本取得阮永伯的赏识，总算有点仔成绩啦。照安尼看，当初阿姐送你去日本，这个决定是对的。啊，无我看安尼啦，咱找一下时间约阿姐、阿哥、阿妈到恁厝食饭，互因看你即卖的形，一定会足欢喜的。干嘛呢？阿姊，莫阁讲我，你呢？这几年过得好无？老家对你安怎？我阿妈对我足好个啊，阿姊伊嘛足照顾我。干嘛呢？哪里阿姨嘞？吴嫂嘞？我会离开，敢有停止因对你的欺负？你即马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敢要阁住伫个老家？阿姊，你啥物拢免讲，我看你的表情就知影。看起来，刘立伟对你的照顾，嘛只不过是安尼。伯生，你哪会安尼讲啊？阿姐伊对咱已经有够好啊！你想看卖啊？当初伊愿意收留咱两个，还佫送你去日本，接受遮尔好个教育，伊是咱的恩人呢。恩人？嗯。对某一挂人来讲，和善的外表，只是为掩藏内心的邪恶。伯山，阿姐，敢会记迄当年，咱雄雄公公离开的情形？就是伫遐风后面，咱失去一切，咱的厝，还有爸爸、甲妈妈，就是对伊们开始，咱变作无家可归的孤儿。我哪有可能会袂记？我要哪会袂记迄天的风雨？我要哪会当袂记迄天？就是迄一天，咱失去咱的爸母。迄当时，咱逐工拢伫咧等，拢抓准讲会当等着爸妈倒来接咱。也毋过，咱总是等无。阿姊，我经过足长的时间才了解讲，爸甲妈永远袂回来，伊拢死啊！伫这个世间，敢若剩咱两个相依为命。伯山，我甲我家己讲，咱来靠家己双手，赢回这个家。今仔日，我做到，这个家已经倒来咱的手头。也毋过这间厝。敢毋是登记伫阿姐遐？我甲伊对刘丽伟手头买转来。这边哪有可能？这块地是阿姐要甲罗氏合作度假村的筹码，伊们哪有可能放弃？这间厝本来就是你家的，是咱的厝。这四个拢是爸甲妈的心血，也够咱成长的欢笑甲回忆。谁拢免想要甲抢走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这尼啊晚，新奶奶还袂回来。
进来。哦，你无代志吼？我拄仔我烦恼到要死，你知影无？你到底走去倒位啊？啊？你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君华，你这么关心我，多谢你。我感觉这袂放心的啊！你人走去倒？你看你啦，紧张的连眉毛都竖起来了。我这么人不是好好，无代志啦。心兰，其实是安尼啦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伊伫住伫个国外，十几年拢无转来台湾啊。伊人即马转来啊，想要见我，所以就找人带我去见伊啊。敢真是安尼？嗯。欠嘛叫伊惊死。哎、欸，俊华，你转来啊！你，加载加载。晚啊，你今日才晚啦。哦。新人出一点仔代志，所以耽误一点仔时间。哈、啊，新人出代志，小代志。啊，新人出代志，你紧张啥话啦？你，哈，安、啊、那啦？新人是俊华的朋友啊。哎、欸，新人啥物代志啊？啊，解决好未？哦，即马无代志啊，误会啦。哦，无代志就好啦。走啦，走啦，走。哦，好、啊。大爷，妈妈知你真介意新人啦，不过吼，你嘛免紧张个呢，较早转来吼，我放心济。妈，我是真心咧介意新人呢，我绝对袂予出任何代志。哎。我就敢若你这个宝贝仔囝尔，我知影你真介意新人，啊，你就吼又甲催落去啊，接吼，紧来甲带倒转来，吼啊生一个宝贝仔孙，互妈妈抱啦，抱啦。三八二六五，啊，毋是家母咧生两个化生二生，哼。哎，讲啥话啊你？无啦，我是讲我嘛是要抱孙。孙。啊，好啊，接过来。哦。来。啊。奶奶。哦，恶心哦！好，你紧起来困，无你的代志。哦，好，紧来起来困。Good night。Good night， 奶奶。你公司即马咧欠钱，咱下港迄间厝，无来甲卖掉，也是讲去办一个抵押贷款，你看好无？妈，迄间厝是咱的祖产，是咱的根呢。我无可能甲卖掉啦。就算讲是干那摕去抵押去借钱，我嘛无可能安尼做。万一若是有啥物状况，迄间厝去予法院拍袂去，我是要哪对得起你甲爸爸甲咱的祖先呢？哎呀，恁爸爸已经往生遮济年啊，但妈妈遮老啊。只要讲迄间租厝若卖掉，会当解决你的问题，这嘛是一件真好的代志啊！妈，不管你安怎讲，伫任何的状况，我拢无可能来卖迄间厝，我无可能去顶动咱的祖产啦。也毋过，我听志坚讲，你若无甲人清楚，人要去法院告你啊！你唔免烦恼遮尔济，我会来想办法啦。替我这间厝去抵押啦。需要修改甲电器的范围遐尔大，一定会开足侪钱的，而且真侪住户的钱，咱拢还袂退，实在我足烦恼。啊，真侪啦，至少流动权钱若是摕到手吼，伊有答应啦，袂去法院过难啊啦。安尼危机暂时会当解除，其他的吼慢慢再来处理。对啦，爸，假使讲咱若搁开一摆协调会，甲遐客户小参详一下，假使因若当答应唔退，咱就伫介绍方面拍一个俗给因。凡是因的愿意啊，你讲啥款？这办法我想过啦，但是假使若是安尼做吼，那是咱应该赚到的利润无去啊，搁再加上工程的损失，算算起来咱顶多会了钱呢，而且会了真济啦。爸，我知影，也毋过总比咱即摆安尼上不上下不下进退两难搁较好啊。不要紧，你去联络所有的客户开一个协调会，我即摆就决定，甲出问题二楼拆掉顶起。请按门头的品质，照相关的最高标准来处理，把咱的做法清清楚楚讲给客户听，让因放心。佮再加上咱的赔偿因因果交错的损失，我相信安尼做对双方面都有好处。严哥，爸，安尼咱也加开足侪钱的呢。为着磐石的信用佮名声，
还更加侪钱嘛是有价值。俊华，照你看，伊磐石即卖情形，根本很难翻身。即卖真歹讲啊，也毋过吼，人毋好想悲观啊，代志无绝对的啊。哇，这年岁花是向上来？是不是陈志坚？你是我上纯真的梦，一世人。是不是陈志坚？到底是不是陈志坚啊？不是啦。不是，不是啥？不像。你爸爸哪有？我要寻你爸。新兰，人将花送到厝内，给你，就表示对你有意思啊。你唔光因阿公是啥人送你，我的心中就要跳出来啊！好啦，我跟你讲啦，你敢袂记得我顶边有跟你讲，我有一个朋友对外国转来。会记得啊。哦，这花就是送我的啊！伊是安怎要送我兰花？真简单啊，因为我就介意兰花啊。拜托，你也蛮较早讲的。是的啦，我拄仔遐尼啊紧张，你唔通受气哦。不要紧啦，不知者无罪啊，原谅你。请进。妈呀，困阿未？哦，你看了还阁问？妈妈都知影。来来来，甲你泡一下烧牛奶，互你提提神啦。哦，好啊。今日啉，今日啉。哦。哎，啊，即马工课做了呐。还剩一点点。哎呦，一点点，你就留下明天做嘛，你伤辛苦啊啦。袂用的啦，明仔载开会要用的，不能拖了。哦，不能拖。好啦好啦，来来，今日啉者。哦。好啦，阿妈妈不吵你了啦，哈，啊你继续继续。哦哦好。哎，黄娘，听讲磐石建设停工，欠人一堆钱哦。这个代志你也知？哎呦，啊外面拢也伫传。啊，恁罗氏应该无问题啦吼。哦，你放心啦，阮公司要哪有问题？阮公司的实力足好个啊。哎呀，无问题就好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你出来一个好无？恁今日做工课莫甲吵啦。无你是靠妖哟！我甲囡仔讲一个话，你是食什么醋啦？好吃白的。走啦！恁爸就是安尼啦，吼，妈妈袂甲你吵啦。来来，奶奶姐，奶奶姐，来来来，奶奶奶奶奶。还是跟囡仔同款。好啦好啦，今日用功啦，吼，莫想忝，较早困哦。哎，奶奶哦。滚来。滚来滚来。你啥呀？你干啥啥啥啦？你两个囡仔讲在我面前，你两两两两两啥？我跟你讲，我让他退下。我查出来，查出来，嗯，对方什么人？出面买找的人叫古天俊，也毋过厝是登记在一间叫做明记集团的名下。明记集团，这个财团的负责人是一个日本华侨，总部在日本。啊，那这边的负责人，伊姓李，到目前为止名阁无啥清楚。爸，我想要亲身走一撮，小去甲拜访一下，凡说对咱有帮助啊。好啦，这件代志包你办啦，也毋过爱见哈，无需要表现了伤过积极，若若无对方会想要丢关系，知影无？我知影，我会注意。喂，蔡礼拜，总算来。
另外，总裁，磐石建设胆险起来啊！多谢哈。总裁，你好，幸会，我是磐石建设的副总陈志坚。幸会幸会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来，请进稿。第一摆见面的人，则需要用名片。啊，你的意思是，咱见过面哦？你敢会记得足侪年前，你哥写一本集邮册？哇，集邮册哎！志坚哥，这你是要送我的是？嗯。进来哦，你收起来哦，要落客厅啊。看你还歪戏有会，博山，有够啊，博山！磐石今麦的经营，警察还袂发动，你得收手。我要亲目睭看刘立伟倒落去。李博山是您企业总裁，这较有可能啦、啊。我知迄块地对你的重要性，要不老家对你有养育之恩啊。现在老家有困难，你不能落井下石啊！我就是讲，你是咧想公司的代志，原来你是咧想迄个护理者，想到困袂起身。你这个口蜜腹剑的家伙，你莫叫是阮阿姐，互你笼络住啊！你就应该一飞冲天啊！我甲伊讲啦，有我吼在你的面头前，你门都没有！哼！你对阮阿姐真好，我永远记你的心。你对我的用心栽培，我嘛袂甲放袂住。当年我家己一个囡仔被带去日本，一个囡仔人伫这么危险的环境，伊唔那是生存得来，佮事业做个这么成功，转来佮台湾，哪会安尼嘞？瞬间